一会儿遛啊，得遛啊，那能不遛吗？看看有没有鱼啊。没啊。我来找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吉祥啊，今天咱们又来下网捕鱼啊，再收网，看看今天鱼获如何吧。好，开干，开刀兵了啊。好，这球棒不结好了。哎，那个球呢？看见没？你放了你啊，动网捞来了啊，捞个捞，打个冰眼就上鱼了，上个大鸭了，这大鸭子真大。这鸭螺鱼啊，这鸭螺鱼，黑龙江野生鸭螺鱼。真大呀！回回见这么大鸭子，这大鸭子真大。大哥了，这几缸啊？这鸭螺鱼啊，这叫鸭螺鱼。几缸？鸭螺，三花五螺里边的五螺里边的鸭螺，真大大鸭螺。看了吧？这是野生黑龙江上游野生冷水鱼，华子鱼，它叫华子鱼。这个鱼是一种小型鱼类，长不太大，但是非常的珍贵。这个鱼肉质非常鲜嫩。它的肉特别嫩，然后刺特别少。进屋，不用你们都进屋了，这东西手也不用你了，咱俩整就行。嗯，开始把这个鱼收拾了啊，收拾一会儿把鱼炖上它。收拾大鸭喽，还有一个华子，这今天的收获，还有一个小鸭喽，还有一个柳根子。峰哥，这是啥鱼？这个？这是柳根。这柳根挺大呀，这柳根。这是神柳。至少在家准备的菜，这是。拿剪子咔咔一剪一个啊、哦。没事。我整进去就准备一锅老师点的食道。没收拾，好好收拾你就不错了。看这鱼摆盘摆的像不像样？要蒸一个清蒸是吧？这鱼啊。那个风罐里头是热水啊。这个鱼要清蒸。摆个冰虾还有一个。要不得取个腰头儿再上来。制造的手艺相当的，做菜做的相当的好。这个是山野菜，广东菜。夏天采的，采完以后冷冻上的。看这锅里还有猪炖酸菜啊，猪炖酸菜，回锅。快那啥了，快甩了。这个啊，能甩。小兵排长连长这样的。吃了吧，最后吃的空军司令。小峰，我少点吃你啊。我呢？谁都像你呢。别买了，炸了，孩子不整炸了。不能。刚才不出响了吗？你看看，妈，你炸到这儿了，看看。嗯，我拿的。这菜马上做好了都。我拍个小段子。妈吃饭了。这一桌子丰盛的小年儿美食做好了。大饺子，热腾腾大饺子。哪儿？那干啥？凉了。啊，好饭了啊，开始吃上了。那个这么大的海碗啊，跟这个盘子口差不多，桌那个。他至少做了一桌子美食。自来就半碗，还有饺子。半碗，这么大盆。至少辛苦了，至少。一大个，你让大力说，他这么大。大力正好去了，我在家吃饭呢，做完海碗。那他看你说剩半碗了。